今天我们来到蓝穗里来看一个小弟的新房哦，大家都会有问，到底是买大弟的旧房还是买小弟的新房？今天带大家看。王姐，王姐，恐龙宝宝，你怎么来了？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你了，上次不是给你介绍那个汤 house 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，家里人也很喜欢。然后呢？但是现在哦，就是因为你给我推荐那个房子之后，我们家里添丁了，所以那套我们就不够住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生几个宝宝？哎，那我不能告诉你，有可能是龙凤胎呢，我不能先说了。没错，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啊？我现在当然是要换房了，所以你得给我找一套好的，那必须的，和上回一样好的哦。那必须的，我给你找一个3000多尺的，怎么样？哦，好好好，快快快，5个房间，哇，5个洗手间，我天哪，这个够用了，这个够用。关键还很新，走，我们进去，我带你看看你喜不喜欢。好，关键你还得要这么高。对啊，你有多高啊？我2米26。2米26，那我们必须要乘高够你的高度才行啊，那必须的呀。那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我们这个大堂进来就是乘高10尺。哦，这个很不错。你看这个，这地板也很棒。对，这地板是 engineer 的，实木地板。那就不怕我们的龙爪乱抓喽？没错哦啊，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餐厅，也够高是吧？是的呀，你看你这2米多都没问题、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来看看、这边是一个那个客用的洗手间，因为你够高嘛，也能进去用啊。哦，可以可以哦，还有壁纸，很漂亮啊。是的，嗯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样，喜不喜欢这个餐厅？哇，这个太美了！开放式的餐厅，我们这个室内面积就有3000多尺啊。哦，可以可以。虽然我们土地不大哈、但是我们空间感很好，关键我们还很新，2002年的，这边还有一个特别正规的一个餐厅，这个餐厅你可以可大可小，对吧？然后你看我们后面，后面的车库呢是不连的房子的，是叫 detach， 因为它有后巷，对，所以很方便进来，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个小花园，够你的宝宝玩了，可以哦，拍地还可以做烧烤什么的，对，拍地还能做烧烤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地下室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地下室有一个2房的出租单位。哦，那不行啊，我有的时候要看电影啊。那也没问题啊，你可以把它当成电影院呢。哦，底下还有个电影院。对呀、你看底下还有个电影院，一点都不影响你看电影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这个层高也挺高的，你不觉得压抑吧？不觉得压抑。哦，还有卫生间。对，还有半个洗手间。嗯，你跟你的宝宝们在这看电影都没问题哦，不用上去上洗手间了。然后再通过这里就来到我们这个2房的出租单位。你这个出租单位的话，你就没有什么贷的太大贷款的压力了，对吧？哦，可以呀、这边有一个房间，然后还有自己的洗衣机、干衣机。这是第二个房间。恐龙宝宝，你看这样一套房子，你知道能够大概在蓝穗租多少吗？哦，我估计啊，得有1800、1900吧。2000吧，应该也能租得到。哦，这么好。新嘛，对吧？哦，对、所以2000的话，可以大概可以帮补你的贷款50万呢。哦，这么多。对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叫价是188，减掉50万，哇、就是130，就跟你上次的 townhouse 一个价呀。啊，那我不就 townhouse 卖掉平移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好，那我还要看看楼上什么样子。我们去看楼上，我们还有3个卧室带3个洗手间。我带你上去看看楼上，楼上还有3个卧室是都有自己的洗手间的。哦，就3个套房喽。对的。好的。关键我们楼上层高也有9尺哦。哦，我感受一下。宝宝，你觉得压抑吗？不压抑，不压抑哈。不压抑，不压抑。那我上来先看这个房间。哦。你看，这是一个给你小宝宝准备好的床了，哦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这是一个什么车？你看看，兰博基尼。哦。然后喜欢喜欢。对，这里还有那个是一个全位啊。你的恐龙宝宝肯定喜欢。关键我们这个挂衣服的也是 walk-in 很大。哦，那我要看看这个洗衣机、干衣机，你看在楼上。你就不费事，你老跑下去洗衣服了，对吧？我好贴心啊，感觉。对呀、也很方便。然后这个主卧，哇，你看看我们这个景，是不是可以看到那 Mount Baker？ 哦，是是是，漂亮不？好看。这个也是一个 king size 床，这个主卧够大啊，够大。对，你跟你的恐龙妈妈绝对没问题，住在这里。是的呀。够大不？卫生间也很棒啊。对，2个 sink 的。哇，也有 closet， 关键 closet 还是 walk-in 的，你看你进来都不费力换你的衣服，是不？还有一个房间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
你看这个房间怎么样？这个也很温馨啊。对呀、啊，给你的宝宝住一点问题没有，是不？嗯。嗯，然后这个是shower的。可能宝宝，我们这个房子跟上次给你介绍你的 house 地段几乎是一样的，我们还是在 Grandview Heights 哦。然后你的恐龙宝宝呢，也可以直接去上我们这个 Grandview Heights 的这个中学。哦，这么好。对呀、啊，所以生活什么设施你都一应俱全，也不用改变什么。哦。所以你觉得这样的房子你会考虑吗？我就两个字，买它。嗯。